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，星期五。因为一定的原因，近期的节目播出可能会有变化。因为小编也是看到《奔跑吧功夫篇》本周暂停播出的消息后，才发现禁娱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。不过这些也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的开播。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提到时光音乐会第二季今天会播出，是因为小编在芒果 TV 油管官方频道看到了本周五播出的消息，目前也是有点混乱。无论是什么结果，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当然除此之外，还有12月3日，也就是明天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嘉年华奇遇之夜，以及12月4日本周日的周深交个新朋友节目，期待周深的各个节目的精彩表现吧。接下来说几个周深相关的榜单吧。根据最新的网络影响力指数排行榜，周深加盟的《奔跑吧》以72.1分位居周榜第一。另外在音乐人气榜中的2022年11月份最受欢迎歌曲 TOP20 中，周深有三首歌曲入榜，分别是第6名的《光亮》，第7名的《梦想指路》，以及第8名的 OST 歌曲《在意》。另外在腾讯音乐有你榜的实时榜中，周深的新歌《奇遇乐章》依旧是榜单的第一名，同时这首歌曲还是 QQ 音乐巅峰榜 MV 下的内地榜的实时榜第一，恭喜周深双榜领跑。另外说到周深的歌曲，不得不提的还有一年前的今天，周深的新歌《花西子》国际版正式发布了，这是周深时隔一年之后再度演唱花西子的同名主题曲《花西子》。这次的升级版，周深更是完美驾驭了5种语言，中英日意俄。有意思的是，此曲还获得了多个国家中文、英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法文、韩文以及葡萄牙文等网站的报道。周深与方文山的二次合作果然也是有非凡的效果，不知道你是如何评价这首歌曲的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